2021年9月19日，一只钓之钓鱼人的精神。今天因为车还没修好，达人来接我。下线的状况令人担心。上姜梦啊！会啦会啦，这梦也大只。这细只。好。
哦，黄石斑，大头啦，辉哥的最爱，辉哥的最爱。哇，这个还得了，这是什么高啊？放烟了，我都来高。好、哦。哇。大盘。还加大了，专攻石斑，结果其中一只掉了。我懂，啊？卖 Q 了？卖 Q 呀？那个我懂嘛？啊？没到这家呢。我整了嘛？那我看，嗯，我干了没有啊？没有，你放少一点，你放少。这个有放耍的啦，你要打骨头啊，结果你还是要回到湖中。看了，哎，谁家呢？我给谢谢姐啊。对啊，谢谢姐。我的钓鱼啊！我刚刚去北海钓鳖了，多少钓过来？这是小黄斑，也应该是大黄斑。戴戴帽，八条，你看，八条。
回来可以换吗？啊？拿你去家干这活。大大头现身。大大闹。把达人的挚爱换给他。